好，又翻翻嚟东辉第202集啊！一萬金烂苹果嘅即系评选啊，即系无论咪前咪后都系激烈讨论嘅一集嚟噶。系啊，梗系啦，因为大家嘅感情太深啦，对呢啲冇错呢集作品嚟讲。好啦，所谓事不宜迟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一个唔好死住泪。系啊，要好公平咁俾。事不宜迟，要即刻救佢。漫游者去急救心爱嘅作品啊！且用我使乜急救啫？我睇呢套书或者我中意，我要你哋同意嘅咩？One Piece 万岁！你唔系用心情点样去讲嘅咩？好，讲完下一套，下一套，因为坦讲好耐啦。我代表啲六十后啊、七十后嘅讲翻句先，唔好死住嘅，当然要讲呢个强直装甲啦，大佬。我以为你想讲强奸装甲，嗱嗱嗱，真系有听众同意啊！呢套真系多灾多难，以前有听 Speeple 嘅听众都听我讲过几次噶啦，即系好多时啲佢条桥系好好好出色啊，但系佢经常系遭逢不幸咧，即系响边本连载就边本接啊，跟住自己做扛住凳又好忙啊。但系个故事系非常之吸引，同埋设定系好细致嘅，所以呢一类嘅作品咧，好佢点慢都好，或者系啲画工啊连载翻之后差咗啦，跌咗锅啦，唔紧要，条桥好嘅话我照受嘅情况就同 Hunter 一样。咁你真系好受，超好嘅我照睇，超食屎啦 Hunter， 接咗咪得咯，睇乜鬼啊？哇，真系好抽水票啫，永远都系趁某一个主持行咗出去之后咧，就会。是喪插嗰個主持心愛嘅作品啦吓咁除咗強直裝甲同埋頭先講嗰本 One Piece 啊哎我唔想睇呢個繼續仲有冇仲有冇仲有有啊有網M 群都話捉狗唔係捉狗捉鬼天狗幫天狗幫唔係捉狗天鬼幫吓呢套都話叫佢唔好死住吓咁有乜問題呢即係人哋覺得唔好死住㗎喎。但係頭先我哋講話死唔斷氣嗰啲呢又有好難提呢個名㗎喎。咦咁係唔同人嚟㗎嘛唔係同一條友嚟㗎嘛。人哋又唔係精神分裂係咪係正如 One Piece 都可以同時死不足惜亦都可以同時唔好死住㗎。係啦即係所謂曹操都有知心有關公亦有對頭人咪就係呢啲囉。係囉擺明係曹操嚟㗎啦 ,One Piece。係呀所以最後咪佢個仔做皇帝囉。啊咁你就旁邊行阿斯迪自己有咩心水呀、我其實冇乜因為我留即係講真我留意日晚嘅嘅比例比較低啲呀。但我覺得 To Love 係可以唔好死住喎。即係佢死不足惜同時又唔好死住。咪老友你仲要畢業咗好耐㗎喇。你仲對呢套咁嘅嘢不離不棄。唔係啊，即係我其實某程度上係作者嘅因素嚟嘅我就覺得。就我又覺得佢因為即係因為佢老婆搞外遇而死就真係係呢一点上面唔好死住咯，我觉得。佢老婆搞外遇冇死到，因为佢老婆搞外遇而死，咁佢但系佢嗰个情夫系有病噶。但系如果即系以你呢种心态去睇啦，咁如果佢阿刺一健太郎系写套即系以佢呢个经历嘅心路历程去写一部。漫画唔会更加适合咩？唔可能系咪写一套更加好过写一个佢已经系冇黑嘅，即系续作叫 Not to Love， 唔系 To Love 可以走入外语添噶嘛？唔得噶咩？我只惊系变得 To F 咯，吓 To Fat， Not to Remarriage， 唔系喎，真系趁翻 Anti R 呢三个字。其实我觉得啲漫画家咧，如果佢系啲剧情不嬲都系即系冇乜黑咧。咁其實佢多少少經歷會對佢係有好處喎，同埋即係話唔定咧，即係呢個佢老婆都係漫畫家嚟噶嘛，係嘛？係係係啦，咁話唔定咧，其實係有都係同人漫畫家。唔係，其實咧可能係編輯部嘅鬼計嚟嘅，即係話哇，驚佢唔夠經歷啊嘛。阿刺吹健太郎。即係啲畫靚啦啲古仔真係麻麻地。太美滿啦。不如俾夠錢你呢同佢搞俾佢跟住然後搞到佢雞犬不靈等到佢啲作品有啲起伏啦。喂呢、這個咪獅子爸爸嘅故事嚟嘅。可能係陰謀嚟㗎呢啲集英社陰謀。喂咁啊仲有網上有留言版喺留言版嘅討論呢就係話有人想唔好死咗魔法老師喎。八極拳都出埋㗎喇已經。連出面嘅聽眾。咪去少林寺囉去學。去少林寺搞啊第八同人、啊。八極我想問八極拳係啲咩魔法嚟㗎即係中華五千年嘅神秘魔法啦。
啊，如果要咁样写，即系直接出八极老师啦，系咪？八极老师，唔系佢系咪改名叫摸头发嘅老师啊？专摸啲女学生头发魔法老师。唔系佢咪迟啲咪猎吉决战春秋一样嘅啫，冇所谓。咦，有啲欧神喺度，海虎唔好死住，海虎死咗啦，连死咗十年都有。唔系呢个系港漫，死咗五十万年啦。其实系咪讲紧系咪有一套系日漫叫海虎，有一套叫海猿噶嘛？可能有套叫海虎，你唔知咧。即系海猿嘅续集就唔系咯，少见识啊！你真系海虎无限啊！讲紧日漫啊，即系我话佢讲紧海虎无限啊！我意思咁啊，仲有一本啊，地房啊，有网友都有留言话地房都唔好死住。地房未死咩？地房的古仔未完噶嘛，我都系死嘅。因为动画同漫画系唔同啊嘛，结果而家好多人就系等睇下漫画可以写成点样咯。地房唔知道冇乜动力睇咯，我就即系嗱呢个个人啫，个人十四个驾驶员系咪未玩完咧？应该未啦，玩完就完啦，系嘛？咁就系我唔清楚呢一点咯，可能漫画嗰十四个细路仔仲未打够，咁即系的而且确喺呢方面佢系唔远得嘅。咁你话突然之间即系佢哋仲未打完嘅，好草草咁收场咗呢个故仔，咁我谂大家都唔希望见到咯。我都有另外一本唔好死住嘅书好想讲，但我知道我一讲完之后，大家一定闹我扑街。One Piece 啊，柴台系讲咗啦，唔好死住啦，开始应该系首选嚟噶嘛，系足球小将。哇！我几乎想爆粗，唔系有原因嘅，其实系有原因嘅。即系虽然个古仔烂到即系不堪啦，但系咧做咩啫？兜咩啫？你如果有一日即系高桥仁一真系话俾我听，佢唔再画啦，咁我其实觉得好可惜嘅。即系智慧呢一个角色陪咗我成真系三十年啦，我真系觉得好可惜咯。如果佢真系因此而完嘅话，以呢一个有冇睇我一套咩啊？寄居小鬼野咪咪啊！你已经过晒，小鬼就揸咪咪嘅啫。你过晒嗰个寄居嘅年纪啊！你俾阿大智慧走啦，你要成长噶啦。你下次自己买个带出去谂枕算啦。买你做咩衫嘅先？唔系，梗系着波衫先闻嘅。唔系，再唔系你可以买张去关岛嘅机票，取咗佢。我唔系想取佢，而家。结拜啦，去唔系 gay marriage 系可以接受我咯，我 OK 冇问题，我冇话过我中意要娶佢，即系你都唔舍得个朋友死咁解啫。系嘛，即系中意又唔系娶咁，咪即系呢啲咩咧？点解即系套作品完咗就等于个角色死咗咯？啊，我都有朋友，即系你唔够爱咯，咁简单。我如果你要我答你嘅，我觉得我同想同佢绝交咯，呢个冇所谓噶。你以前想同呢个朋友绝交，唔代表我唔可以继续同呢个朋友做朋友噶嘛。黐线！喂，小贝有冇啲作品系令你能够感觉到，即系唔好死住啊！大叫呢一句，唔好死住，即刻就死啦！唔好死住，唔好死，谂下先。其实又真系近年冇乜边啲系少年刑警之前啦，即系未死之前就想佢唔好死住啦。死咗之后就觉得啊拍手掌。唔系，其实埋佢天道英才噶。再早少少都有一套，啊、但系佢又系死咗又就系阿神美叶子嗱，即系神美叶子嘅《流星花园》就系即系早死早着啦。系即系属于呢一个。但系佢第二套《Cash Read》，我就觉得死得早嘅，系啊，即系应该可以落去多啲嘅。咁佢而家新嗰套我未睇啦，谂住储多少少一次我睇。喂，有网友喺 M 群就话《烙印战士》佢属于唔好死住嚟，即系呢啲。我想佢死得轰烈啲，但系你话佢如果嚟紧2010年，即系例如2010年佢会死噶啦，咁先算啦。我唔会话特别觉得好可惜嘅，但系我想佢死得轰烈啲咯。系《烙印战士》系一套闷咗好耐嘅作品咯，如果佢系需要啲大少少嘅冲击咯。咁你话佢系咪唔好死住呢？即系佢可能仲可以再铺陈一啲嘢，咁去令到成个故仔更加完整啲啦。咁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唔可以喺呢个时候死呢？我又觉得唔系咯。即系如果格斯嚟紧又学佢个 BL partner 咁样，格里佛斯又玩转生咧，好难即刻叫佢唔该快啲死咯。都唔咗太耐啊，大佬。我谂银魂啦，
阿文唔好死住啊！阿文系啦，阿文唔好死住啊！即系格斯最后不如即系真系好似佢个 BL partner 个名咁样，吉利屎忽就算啦。咁样完会应该一个好美满嘅、好浪漫嘅 BL 嘅结果。好啊，跟住落嚟就，诶，仲有啊，诶 ，sorry 啊，你讲啊，我一路都冇乜讲过啦。其实，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一套漫画作品，如果一套漫画作品系有一个起承转合嘅话咧，我觉得即系十五期即系乜都够嘅，你可以讲一个非常之出色嘅故仔噶啦。咁基本上所有超过十五期嘅作品咧，基本上都可以即刻接得嘅咯。以我嘅立场嚟讲。咁你話我有咩作品係希望佢唔好死住呢，即係係一啲佢仲未即係個題材仲未萌芽到嘅作品囉。即係十五期以下都全部都唔好死住，係有咩意思？唔係，十五期係一個我覺得係分水嶺。分水嶺囉。咦，咁街霸咪完得好囉。街霸死。咁佢的埋個靚氣得緊就係。而且確係有少少好頭咁味嘅。咪同埋大家講埋你啊，係囉，我知啊，講埋就拍啦。同埋即係日漫嘅期數亦都比呢、這個即係每一期嘅份量係大概都有百幾二百頁啦。咁基本上嗰度已經係可以講到好多嘢㗎囉。咁你話仲要即係十六期開外去不停咁去講一個故仔嘅話，其實中間一定係有好多拖長咗嚟講嘅部分囉。咁你話問我而家有邊套作品唔好死住呢，即係其實好多方面啦，APH 呢覺得係唔好死住嘅。佢不單只係個作品係仲有好多國家嘅二人化未講啦，咁同埋佢嘅人氣呢亦都係我希望佢係能夠一直保持到落去囉。係即係嗰種唔好死住呢亦都唔單單只係個作品唔好死住，亦都希望係個作品嘅dynamic 啊，同埋即係佢個受眾對佢嘅熱愛亦都唔好咁快去熄滅囉。最起碼都出埋北韓先啦，唔該。北韓應該係個古叔佬嚟。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一个意识风灵类啊，即系就唔系嗰啲咩传统嘅少年王道嘅少年或者王道嘅少女啦。喺呢一两年嚟啦，有冇啲咩令你哋觉得诶好特别呢一部作品，令你印象好深刻嘅咧？先讲先。好，等我讲先。啲呢纯属个人喜好，但系我觉得入得呢一个类别嘅就系要自己中意，即系小众嘢嚟嘅。咁啊，近排买咗本叫《超小眼镜史》嘅。咁就係嗰啲瘋狂科學家去歷史上找尋呢個眼鏡嘅起源啦、啊、即係入面都係啲爆笑嘅故事，當然如果你係蒙眼鏡嘅就會加分啦、啊、咁呢類作品就比較係少眾，即係你好難會認同佢有機會登到大雅之堂啦，但係市場係需要呢啲作品啦、啊、即係某程度好多人追求同人志其實都係呢一種心態嘅，咁所以我都我唔同意喎、啊、你話同人志同人志係好商業嘅、哦，過程好商業啊！即自己揾人拆廠。唔係啊，係成件事同埋佢哋嘅諗住 target 嗰樣嘢都係商業嘅。佢就係要係你諗下喎，佢唔係擺喺一個書局裏面可以擺好多日或者成個月甚至幾年嚟賣喎，而係一日決勝負，你行過見到買就買，唔買佢就雜貨。咁所以佢哋其實喺一開始個考量嘅時候，其實根本就係商業，一定要畫得靚，畫得靚係比有冇內容更加重要。邊一啲紅嘅畫果就係二次創作，除非你話我自己啲畫真係已經係響曬朵㗎啦，咁你畫啲原創嘢，但係都係要畫靚囉。咁其實所以你所講嗰樣嘢，我覺得喺現時嚟講嘅同人場係唔係主流囉，即係我唔可以話唔存在，但係唔係主流囉。咁係意識風囉。意識風喺同人場都唔係主流嚟嘅。咁啊，頭先即係我都同阿二阿郎講啦，呢本嘢咧其實就係主要係一個眼鏡控嘅人去畫出嚟嘅，純粹滿足自己嘅一部作品嚟嘅。咁啊，睇過都幾得意嘅，即係第一期。咁佢唔單止係即係。
佢唔係越憑空創作一啲嘢嘅，而係佢直頭去走落去，譬如即係佢同聖女貞德拉上關係啊，即係諸如此類，即係啊，原來聖女貞德係一個眼鏡娘嚟，咁但係事後又變咗，因為某啲原因變到佢唔係眼鏡娘咁啊，即係呢個故仔都有趣嘅。我自己即係對於頭先，即係今日就冇獎項班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意識風靈女咧近年咧就係 APH 啊，即係。雖然你找國家以人化或者走去扮人，其實即係我哋細細個聽嗰首《世界真細少少少》啊嘅時候，都即係有好多著住唔同民族服裝嘅人，跟住就即係走出嚟拖下手，都有咁樣嘅代表意符號喺度。咁但係就做唔到而家呢種咁嘅效果囉。因為嗰啲係搵女仔扮啦。而家我睇嗰陣時都係搵女仔扮㗎。係啊，而家但 APH 唔係女仔嚟㗎嘛，真係。你明唔明意思啊？咁啊，咁佢系好商業噶嘛？系啊，嗰集全部都系美少年嚟噶。我又唔明喎、啊，但即系你之前你个世界真系少嗰啲女仔系会表达到即系嗰个国家嘅人格嘅咩？即系你即系如果系一个扮演英国嘅女仔，佢系会比较古速啲啊咁样嘅咩？即系佢唔会做到呢一个地步噶嘛？咁我覺得係唔同版本囉，我見過嘅都有嘅，即係佢世界真係少少我講嘅其中一首歌嘅，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俾即係 APH 唔係佢唔係首創㗎，其實之前都有好多嘢都用過嘅，咁所以我嘅意思係即係類似嗰一類國家二人化嘅嘢唔係冇存在過，但係的而且確我覺得呢一兩年佢係即係處理得好出色，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囉。我明白我明白。咁所以我就即係我會認為係呢一部囉，如果俾我揀嘅話。咦呢部 APH 我反而覺得會係超新星喎。即係近年嚟講得一樣。係啊我係可以同時嘅。即係永遠咁 contrast 嘅死不足惜同啲死唔斷你同唔好死住多嘢同一套放部作品。咁超新星同意識風可以同一部作品一啲都唔困難㗎。咁、其實都係睇個人感情表達嘅啫。咁仲有啲咩大家選擇呢？咁我講下啦。咁首先講一套其實所謂算係意識風得嚟，其實都幾 hit 嘅作品啦。咁就係叫做《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啦。咁其實香港版都有出嘅，文泉有出嘅。咁文泉個譯名就比較有趣啲，就叫呢個《機神追你攻略》。咁、那個故仔就好簡單啦，就係、是、講一個成日打美少女遊戲嘅高中生啦，咁有一日就唔知點解就有即係收到一個死神嘅邀函啦，咁呢個死神嘅邀函呢就希望唔係死神係惡魔嘅邀函，咁呢個惡魔就希望佢去幫助佢去点讲呢，去即係去解决一啲漂浮喺呢个人界里面嘅游魂。咁呢啲游魂呢就附身咗喺好多美少女身上啦，咁就需要呢、這个经常玩美少女游戏嘅高中生呢去一个一个咁去攻略呢啲少女，咁从而去解救呢、這个即係解救困住佢即係從呢個遊魂去解救呢啲女仔咁囉。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作品就用咗好多好現代嘅girl game 嘅 neta 去包裝呢個故仔囉。咁我係覺得好得意嘅，同埋佢雖然佢都係有幾即係橋段上係有重複，但係即係起碼佢每一個故仔中間，你都係會感受到佢女仔，即係嗰啲佢所玩嘅元素囉。咁我會覺得呢套作品係幾好睇嘅。咦，即係冇玩過 girl game， 尤其是可能即係你玩好多 girl game 啊，或者你對呢方面即係稍微有少少認知啊，咁其實都會睇得有共鳴感囉。即係會有心跳感覺㗎、啊、睇到。咁又冇。即係只不過係你覺得呢樣嘢係你都幾熟悉嘅。唔係，我意思係心跳回憶嗰個感覺。冇啊，就係話冇囉。唉、哎，真係啲古老石山真係點極都唔明。我以為你了解個字面咧。咁啊，我自己就儘管僭越一下代啊，冰之講啦，我懷疑佢都有一套幾鍾意想講下，就係一套你又屈佢啊，就係、是、一套惡啊。
讲爬山嘅。系啦，其实与其话讲爬山，不如讲一个做一啲拯救工作 ，rescueion 嘅一啲工作，喺雪山上面做一啲 rescueion 嘅工作嘅一啲一个人啦。咁佢其实个工作就，其实感觉咧如果你净系讲个作品嘅感觉咧，就好似从师嗰一种，系好。好啱佢噶啦，好淡啊！所以我点解我会话系，我会觉得冰之都会觉得呢一类都系啲即系意识风铃类可以攞出嚟提一提嘅，就系佢系好简单、好直接同埋好冷静嘅成个古仔。代佢去推荐咧，但系其实佢有冇睇过？买有，佢睇完之后佢话佢买添啊，直头佢追添啊，我见到。嗱，佢只系不断叫阿郎，你快啲买啦，我想睇第四期。你哋啲關係係咁㗎啦，成日都叫人買書嘅。係啊，咁佢好似同我講話佢會買嘛，原來佢叫你買。咁總之有人買囉。咁我咪以為係佢想要囉。咁所以呢套書呢都值得一睇嘅，如果係鍾意。同埋因為佢喺資料搜集上面都好仔細嘅，即係睇嗰啲 App 啊 ,Anchor 啊攀石救人嗰啲救援嘅工作啊，大部分都係都同我學習過嘅嗰啲好接近嘅，咁應該都係即係做過，即係當然佢應該揾嗰啲好專業嘅人去做監修，有啲我睇唔明㗎啦。咁所以呢部嘢都係除咗你可以感受到個古仔嗰個溫柔嘅氣氛之外，同時間都係喺知識上面你學到一啲嘢。咁啊，有網友呢就提出咗喺留言版啦，科學怪人傳說就係呢一個和月新宏嘅作品啊，呢個擺咗落呢個鹹魚翻生嘅。佢係意識風鈴類及鹹魚翻生類。唔係意識鹹魚。鹹意識鹹魚即係變曬臭㗎。即係鹹魚翻生係指個作者嘅。鹹魚翻生。係，即係佢如果就個鈴類鹹魚作品主題，意識鹹魚囉。意識鹹魚。係，即係如果就個作品嘅主題嚟講，就係應該歸入意識風類嘅，相信。喂，如果咁講，其實佢又可以騎多飯喎，因為佢早排咧又停刊，好似因為係身體病啊嗰啲問題休刊咗一輪咧。又係唔好死住。但佢而家成天做英才，寫翻未先？啊，啱啱好似預告咗係會連載翻㗎啦。但如果作品似啲 Grey Man， 即係如果作品受歡迎，又可以踩埋超新星類喎，係咪？系嘛？今日啲設定全部都好模糊，我覺得真係。唔係你見好多戲咧，都可以。咁不如話佢出多十七八集，又變咗一個死唔斷氣嘅作品啦。或者同時間又係唔好死住嘅。咁我有兩套想講嘅意識。咁一套就短篇嘅，即係一本，即係一本完嘅，一本啦，單行本啦。係啊。火龍。就係阿伊藤潤二阿潤二嘅，你個 friend 係嘛？係啊，小四與小六，係啊，小四與小六。咁就其實佢呢次個漫畫咧就好簡單講養貓嘅。咁當然即係佢講養貓，我就已經 OK 啲先嘅。加底分加廿分，但係潤二畫嘅喎，又加多廿分。佢未睇已經有四十分。潤二畫嘅貓貓會唔會？唔係就係佢用翻佢嗰啲恐怖畫去畫啊嘛。呢個先係最重點。呢下先係另類同埋意識啊嘛。係啦，即係用一個恐怖畫風寫日常生活，日常同兩隻貓同埋佢嘅老婆嘅生活，即係。是好有趣，你會發覺佢畫到佢老婆呢成日都反白眼啊，好係恐怖啊。跟住佢又即係畫到隻貓又嘩被詛咒嘅貓啊，好似係一啲佢自己筆下嘅故仔裏面成日都會有喺一個普通嘅家庭裏面即係發生一啲怪事㗎嘛。你就覺得好似佢係想講緊有啲怪事發生，但其實佢只係講緊佢日常可能即係你心裏面其實我為貓狂嘅故事。係啦，冇錯啦。伊藤潤二畫。伊藤潤二畫。即係小林城嘅故事俾咗伊藤潤二畫。所以你睇睇下，大家會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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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係咁喺度響音樂。要自己哼喎。係啊，即係佢。我熄咗部錄音機佢。係畫得好有趣咯。即係尤其係即係如果你話你不嬲都唔鍾意睇恐怖漫畫嘅，咁我冇咁多好講。咁但係如果你睇開嘅，你又有睇潤二嘅作品呢，你睇呢一套係真係會係覺得好好笑，同埋你覺得呢個漫畫家原來係即係好有幽默感囉呢個人。其實即係作為如果你想睇伊藤作品嘅入門，佢嘅門即係可以跨，即係可以藉由呢套作品去跨越呢個門檻，因為
其實如果你就咁睇嗰啲咩漩渦啊嗰啲啊，你會覺得好核突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好核突，好難去接受同埋即係同埋追落去嘅。咁雖然咧，其實伊藤嘅作品又唔使點追嘅，講真都係好疏得一本半本完。但係如果你即係睇呢本咧，你可以慢慢去即係藉由去輕鬆嘅劇情去接受到佢嗰啲畫風啦。咁都係一個即係不失為一套好即係今年嘅好作品，同埋即係令你覺得係耳目一新嘅對伊藤容二嘅感覺。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啦，仲有一本咁我都想講嘅，就係頭先你講過呢個渣咪咪，就係呢個寄居小鬼野咪咪。咁就係寄居小鬼野咪咪咁其實係咪咁樣？係嘛，係啦。咁個古仔好簡單嘅，咁有睇喎。呢套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同 Needless 嗰個作者阿金井神嘅短篇漫畫嚟噶嘛？幾本啫？幾本係啊，係咯。但係個作者係金井神啊嘛，如果我冇記錯。反而我唔記得。OK。係啊，但係套作品係幾好睇嘅。咁佢係好簡單嘅，即係個故仔。咁我哋一路睇日本嘅漫畫動漫，就會知即係成日都有即係最遠古嘅哆啦 A 夢啊，譬如奇羅羅啊、Q 太郎啊嗰扎咧，即係一啲會喺一啲叫做小學生嘅男主角或女主角家裏面寄居嘅一啲不明物體，即係佢可能係機械人，可能外星人。始祖應該係阿童木啦，應該。我覺得係。係機械人咯。係啊。即係總之係寄居喺一個僆仔嘅屋企啦，即係失驚無神，你阿爸阿媽會願意去養埋佢嘅，係啦係啦。咁佢就將呢個故仔咧，佢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成個世界咧係將呢一件事咧係制度化咗嘅，即係話係有一堆咁樣嘅叫佢叫寄居公仔或者寄居小鬼啦，就係、是、一啲就係、是、一啲咁樣嘅公仔啦，嗰啲生物啦，咁就係係一個制度嚟嘅，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商品嚟嘅，就係、是、買呢個 service 就係叫佢嚟陪自己屋企個僆仔大，咁但係佢哋咧有 range 嘅喎，即係一到咧小學六年班畢業咧就要走噶啦，呢啲寄居公仔就要走，就要去另外一個小朋友嘅屋企啊！咁對佢哋嚟講係一份工作嚟嘅。哇！咁但係對啲僆仔嚟講咪好殘忍咯。係啊，咁所以好得意噶。佢又話所以有啲寄居公仔咧就要連埋呢個 agent 嘅公司咧就一齊去講大話，就話例如同個僆仔講話，其實我係呢個妖精界嘅王子嚟㗎，我而家要翻我嘅神文接翻，我要翻去繼承皇位啦咁樣，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類似咁嘅東西。咁裏面佢都有 discuss 過，咁其實係咪咁樣呃僆仔係咪好咧？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即係有唔同嘅反思咯。咁成套嘢對一啲即係兒童嗰方面，兒童成長或者一啲兒童教育呢嗰方面，其實佢講得都多嘅。咁雖然唔係話好深啦，但係都係一啲幾都有啲治愈作用嘅作品嚟㗎。好啦，咁即係講完仲有冇其他，如果冇嘅話呢就不如跳落去超新星啦。大家有啲咩諗法啦？如果我講爆漫會唔會太歐咗啲？百萬五期都唔算好歐啫，係咯，應該因為我陣間講嗰啲仲歐。哦，原來你先係歐神，我仲超乜鬼神咩鬼星？佢係嗰粒超級超。唔係啊！我初時見萬記寫超新星，我以為淨係限舊年出嘅，仲要可能係新人啊，即係好多條款，所以我諗咗頭都爆埋，都寫唔到幾多，我淨係寫到個海貓咯。啊，海貓咯，但因為講漫畫版咯，其實都可以就住佢嚟講嘅。因為漫畫版其實個表達咧都比動畫版係多咗少少嘅。佢尤其是係主角阿 Battle 佢同魔女玩嗰個遊戲猜謎推理嗰陣時咧，猜謎啊 ，sorry， 應該推理，又推又猜咁樣。哇哦！唔怪之阿郎中意啦，即系漫画版个表达上咧，佢系贱人同魔女玩游戏。Battle 啦，推理错咗之后咧，佢系需要俾嗰七装去吉到血肉模糊咁样喎，即系漫画版表达到。唔系佢吉人，推错咗就俾人吉，错咗就要俾人吉。
对啱咗就可以吸引。当然主要都系海猫嘅故事吸引啦，所以我即系自己谂多之下，有咁多条件之下，我就发觉只能够填到海猫呢个落去啦。咁我推介一个真真正正我认为系超新星又有得吉嘅俾阿每日郎去睇啦。咁我睇即系我讲呢套咧，其实喺华文界都引起非常之大嘅回响啦。咁呢套作品就叫做，其实我喺呢个今日杯新番都成日讲啦，就系、是、叫《阿基索拉抽下天空》。咁呢个故仔有咩咁特别咧？就系、是、一个好鬼离谱嘅变态乱伦故仔。咁佢有咩咁巴闭呢？就係佢其实每一集呢都有啲性行为嘅场面嘅。咁佢只係争在佢哋係冇畫呢个性器官出嚟嘅啫。咁所以坊间呢都有好多人呢称呢套作品为呢、這个无底线嘅一般向。但係佢个内容呢就基本上就好简单啦，只不过係个男主角不停咁做一个种马。咁去食曬佢身邊佢認識嘅每一個女性，除咗佢個有個阿姨，即係佢個後母之外咯。咁基本上佢阿家姐啊、阿細妹啊，佢個即係佢個孖生細妹啊，或者佢周圍嗰啲同學啊、鄰居啊，全部咧都同佢有路噶啦。咁 school day 嘅另一個版本。冇啊，但係呢啲劇情其實好多啲。H game 啊 ，Girl game 都有近似啦。所以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套一般向作品。佢係不停咁去挑戰緊一個一般向。幾時俾人刪？冇錯啦。佢可以做到嘅極限咯，即係佢有好多可以話係底線嘅嘢，大家都隱約見到嘅，即係佢起碼係唔會玩啲鬼畜啊、猎奇，即系唔会玩屎玩尿啊，唔会断手断脚，呢啲系即系好明显。你会睇到佢系喺呢一边咧，系会删。但系我觉得乱伦都已经系，但系佢其他一般向其他方面咧，佢系毫无底线咁去玩落去咯。个女主角系咪叫阿埃索拉？唔系，都系索拉天空啊嘛。秋日天空就系个男主角就叫苍井啦，阿秋啦。咁个女主角咧，即系佢家姐咧，就叫索拉咯。咁成个古仔就系，但唔系姓苍井嘅。接受唔到啊！咁佢成个故仔基本上就系围绕住呢两个男女主角嘅乱伦故事去发展啦。咁佢其他即系佢嗰啲孖生细妹就比较旁枝末节啲咯。咁基本上睇呢个作品系睇佢究竟每一期里边有几多好疯狂、好爆嘅嘢，可以即系将个底线更加推到更加尽咯。咁啊，头先即系对于我嚟讲，今年或者系旧年啦嘅超新星，其实头先阿思力都讲过，就系 APH 咯，我觉得，即系因为系实在，即系你潮那星咧，那粒星系真系爆得好光咯。你譬如你去而家即系条条街都，即系你去同仁场条条街都少不免会有啲 APH 嘅嘢出现，或者有人 cosplay， 有啲 cosplayer 喺度行紧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佢唔系超新星，其实好难接受嘅，即系。可能佢未必係你最心裏面最光嗰粒啦，但係佢即係必然都會係囉。我同意嘅，其實佢都係一個喺舊年非常之重要嘅咩呀，一個行星啱啱誕生嘅現象啊。呢、這個唔重要啦，唔係天文廢物太空廢物嘅。咁你而且個 APH 都係喺2009年係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職位嘅。咁另外我又想講我即係我諗喺呢個動畫版推出之前，基本上係冇人聽過呢套作品嘅 K-On 輕音少女啦。咁大家係其實佢呢套作品，你話佢有係咪好特別呢？咁佢絕對唔係囉。咁佢只不過係玩返由少年漫畫大王開始一路長久以來運用落嚟嘅公式，但係佢的而且確喺舊年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人氣囉。咁你話佢作品本身係咪真係承接得到，即係係配得上呢種人氣呢？咁個答案可能係否定嘅，但係佢的而且確喺舊年係非常之爆囉。但佢嘅人氣應該係來自動畫嘅啫。
因為始終你唔係有動畫，根本上冇人知道呢個作品嘅存在囉。咁、哦、有啲直頭係要透過金摩拉首歌先至令人認識佢嘅存在，或者更多人認識佢嘅存在嘅。嘅另一套都係超新星嘅作品啦、啊。算唔算啊？係咪你心目中嘅超新星啊？志光，呢粒都算係新星囉。超金摩拉。佢夠唔夠超就呢、這個又係見仁見智囉。咁本身個名字都有個超字。係嘅，咁呢個科學超電磁炮就原本只不過係一本人氣漫畫，唔係一本人氣嘅輕小說嘅 spin-off 作品啦，咁魔法禁書目錄嘅 spin-off 啦，咁亦都係多得呢個動畫版嘅大熱，令到呢個作品成為而家主流上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囉。不過如果講到去年嘅超新星，即雖然唔係日漫啦，但肯定就係頭先提過一戰㗎啦，即係終極嘅超新星。咁再前年祖國嘅超新星啦，話咁其實每年都有一粒超新星。呢啲我又唔會覺得係非常之耀眼囉。咁你每年總會有啲古靈精怪嘅嘢爆到出嚟嘅。咁更加超新星不如你講下六霸娘添啦。咁其實大家自從有六霸娘嘅存在之後，大家都非常之難以遺忘佢嘅嘛。回眸一笑，就令何蟹你全家啊咁样。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一个咸鱼翻生类。大家有冇啲咩咸鱼系即系觉得今年翻生咗？我有两条梅香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套咧就系响呢个讨论留言版嗰度都有朋友讲嘅，就系《Gans》杀戮都市。佢之前有一段时间单行本，我咁相信去咗成七期到呢都俾人覺得悶，又係 cut 得好緊要，但係佢而家迎接結局之前嗰度呢，即係當兩大主角都翻生曬啦，合作啦，就令成個故事帶起返囉。本來其實大家都預咗佢哋係不斷咁打囉，儲分囉，去救人囉，但係當呢兩個最初出現後來又輪流死嘅主角企返埋一齊呢，成本書嘅感覺係唔同曬，同埋個主線最後出咗啦，好老土嘅，其實就係打外星人嘅啫，但又會令你感覺到真係熱血返曬，甚至比初期嗰陣時即係打嗰啲咩恐龍啊、田中星人啊嗰啲呢，係帶咗大家去另外一個層次㗎。呢個我覺得佢都幾能夠配得上鹹魚翻生呢個名囉。咁啊，所以佢而家都受到呢個日本電影界垂青啦，拍緊呢個動畫版啦，即係好似話11年啊會出啊，就義工和也同埋松山研一做主角嘅。就投資唔知幾多億日元嘅，咁就所以可以奉勸 cut 咗個朋友可以睇翻咯。咁啊，我自己咧都有兩套咧就覺得鹹魚翻生嘅。第一套咧就係呢一個妙手小廚師二啊，因為咧原本佢出咗四期之後咧，隔咗兩年，我以為本書爛咗尾嘅啦，即係佢本來應該係屬於即係死不足惜類嘅，因為佢唔再出咗個感覺。唔係唔好死住。紫澤大介就好似一路都唔想再畫佢嘅，淨係掛住畫呢一個餵食神探。係咯，餵食神探 hit 啊嘛。咁但係到佢出翻第五期咧，但係突然之間有一日行過報攤，你見到佢出翻喎，嗰種感覺咧就覺得哇！點解有條鹹魚賣嘅？跟住買都係鹹魚，仲要係好睇、好香嘅鹹魚買一條。是好睇過之前幾集添喎。仲要攞即日嘅報紙幫你包咗。有進展嘅個故仔係，即係向前行緊，你見到即係部嘢冇死到囉。條鹹魚係真係識喐㗎喎，好神奇呢咁樣。有鹹香又有鮮咁樣。係呀，即係點下啲頭抽第二就成得。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嘅第一步啦，對於你一個妙手小廚師二。第二步呢就係、呢套真係鹹魚嚟嘅，鹹得好緊要。鹹完但係竟然喺去年呢翻生喎，就係 MW 啦。即係1970幾年嘅鹹魚竟然喺今年掘返出嚟，仲要拍埋呢個電影版喎。即係雖然評價唔好啦，咁但係你又點樣可以諗得到一部即係當年啦被譽為首重嘅最具爭議性嘅作品，埋藏咗喺即係歷史上面黑起幾十年。之後竟然會被人掘返出嚟，然後喂你醒啊你醒啊你假死嘅咋，然後呢攞返出嚟拍即係唔同嘅，又再重新出返即係新嘅漫畫版啊。咁阿童木都某程度上有少少呢種意味嘅。阿童木可能因為佢嗰、那個即係滾動係從來都存在啦，即係小飛俠。呢晚商品市場係冇間斷過嘛。
枕住每年都會有佢嘅新商品出現咯，所以感覺唔係話太疏離同一即係冇咁衝擊，冇咁勁咯。係啊，所以我就會覺得真係好唔一樣啊，感覺。味冇咁重啊嘛。係啊，個感覺好唔同咯。冇咁梅香啊。係啊，佢其實罐頭鹹魚嘅小飛俠就唔係呢啲天然生曬嘅。唔係咯，到時寧願學人扮鹹魚。係啊。喂，唔好意思，頭先我仲漏一條鹹魚未攞出嚟啊。今日要講呢條鹹魚呢，如果阿傑特在場就一定唔會同意，甚至乎可能反我台㗎喇，就係呢個印牙。唔開心。但係我真係都有一段時間睇到頹頹地㗎，即係佢出我咪繼續睇下囉，我又唔會買嘅，或者就算我啲 friend 買我都覺得咦傻仔嘥錢。但係你又有份買喎。我冇買呀，我係去書屋睇㗎，最慘呢套嘢呢網上都冇得睇㗎。咁但係佢之前嗰輯打死囚嗰度呢，打打下變咗去大陸參加呢個咩武鬥大會，俾人鬧到七彩啦。咁但係最新嗰輯打原始人呢，又真係睇到你能夠熱血沸騰喎。當然合唔合理就另一回事啦，睇印牙就唔好講呢樣嘢㗎啦。嘩，黃蜂兩聲你咪咁講㗎喎。天心狼有名你叫嘅。係喎。問題佢有冇違背咗自己嗰個設定㗎嘛，印牙從來係冇呢種設定㗎嘛。咁我都覺得真係俾到一種衝擊感啊，即係有啲似睇返第一輯嗰陣時呢，你見印牙同花山分打啊，或者係范马勇次郎同呢個如地獨步啊，嗰種熱血沸騰啊，睇到你背脊係滾㗎嗰種感覺，即係呢個係幾厲害囉，估唔到一條老柴可以寫返啲咁熱血嘅橋段出嚟囉。你挨住咗部冷氣㗎嘛，你係挨住個雪櫃嘅側邊㗎。係囉，咦熱㗎喎，冰後面㗎。仲有冇啲仲有冇鹹魚啊大家？鹹魚啊大家，冇鹹魚都去下一類，都係挖返啲已經被呢個集兵社搓完咁扁嘅鹹魚出嚟囉。咁就有和與新聞啦，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呢個再生魔人啦，同埋即係港版嘅科學怪人傳說，係係，同埋科學飛去現嘅 Steve Warren 啦。咁其實佢哋都好慘㗎啦，即係咁多年都係受呢、這個集兵社唔同程度嘅欺壓，咁姑且即係以和與新聞為例啦，咁基本上佢又同佢同一輩嘅One Piece 啊、Naruto 啊嗰啲好唔同，咁佢雖然落下劍心就完得比較早啦，同埋佢係屬於一套好頭好尾嘅作品嚟嘅，咁但係佢之後佢又就冇一套係好似劍心咁搏得中啦，咁嚟到呢一套再生魔人，咁和與新聞叫做即係站得住腳囉，起碼咁暫時嚟講都冇一個俾集兵社 cut 輸嘅危機嘅，我覺得。咁基本上即係以和與新聞呢過去呢十年咁坎坷嘅處境嚟講，其實已經算係非常之好㗎啦。咁當然你話和與新聞之前就係咪話有試過停刊啊？應該係因病啫，即係佢連載呢個科學怪人傳說嗰度。起碼希望佢唔會即係呢次身體健康身體問題，佢又唔會又受到呢、這個集兵社其他方面嘅對待啦。咁《荒木飛旅宴》就另一個問題囉，我覺得即係佢叫做喺 Steel Ball Run 裏面依然係保持住返佢一路以來 Jojo 嘅風格囉，咁佢姑且佢已經係撇唔開Jojo 呢樣嘢㗎喇，但係咁佢繼續可以喺 Steel Ball Run 裏面係發展得好順利囉，我覺得佢同 Jojo 基本上合咗體囉。佢本身係一個練咗幽波文嘅人。係啊，佢基本上處之男啊，佢即係我覺得平常生活呢啲人都係叫佢做 Jojo 嘅應該。佢又好似人哋會擺嗰啲 pose 出嚟俾大家影相。係佢為我諗佢係為健康着想，即係做下yoga 咁樣。Yoga 咁啊，仲有冇啲咩鹹魚翻生令大家要攞出嚟講講啊？哇，有都冇時間啦，講埋最後一類啦，講下啲花啦，彈花言嘅所謂。即係又係有啲傷感嘅感覺喎。咁我自己就唔多，有一套啫，叫做百人一首嘅。我當初其實幾欣賞呢啲喺漫畫題材入面將啲傳統嘢攞出嚟寫呢，百人一首就係日本一種傳統嘅紙牌遊戲啦。
咁聽就聽唔少嘅，但係香港就冇幾可人去認真去玩。同百人一豬有冇關係？百人一豬係一間日式嘅餐廳嚟。咁百人一豬已經執咗，但係呢個百人一手應該會繼續傳承落去。唔係啊，呢、這個就好多，其實係中小學都有呢啲活動嘅行會嘅，喺日本社會入面。咁但係好可惜啦，呢套作品呢就真係昙花現啦，即係出咗兩期，我哋睇佢個所謂嘅結尾或者叫第一輯完呢係有啲腰斬味道囉。啊，兩期為一輯啊？兩期連載喎。同埋係好突然囉，即係你覺得今喂你未寫完過，做乜話咩第一輯完啊嗰啲成啊。咁係咪應該又係天道英才呢？係唔係天道啊唔知啦，即係但係佢向啲咁冷門嘅挑戰呢，首先我係欣賞，亦都因為呢本作品令我了解多咗好多知識啦，對於呢種傳統嘅活動，咁就覺得即係其實我又係希望市場上多啲呢類作品囉，就唔好淨係一朵咁樣嘅彈花囉。咁另外次方呢有冇俾慢者講先啦、啊。啊有得啫。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年或者近一呢一幾年嚟啦，即係一年就好難揾嘅，近呢幾年嚟呢有一套真係彈花現，真係現咗一下啫，跟住就即係收咗皮啦。或者是即整體回落得很快的，就是 Liar Game， 即是這個死了唔記得作者叫什麼名字Liar Game 就 One Out Scene 就是超級遊戲， Liar Game 就叫好像叫炸欺遊戲，咖啡谷人是啦，那就完得即是他沒有完的，其實他同時間都即幾乎幾乎跌落死不完，今天剛剛在樓下見到第十期出了，那啊因為他日劇拍第二季嘛，應該唔係好關事啊！佢繼續出同個日期已經即係可以完全脫歐咁砌噶啦，因為佢即係打橫屋嘅時候已經係第一輯嘅結局嗰一 part 嚟噶啦。咁呢度我第十期我未買啦，咁但我唔知佢同日期有咩有冇特別嘅關係，但理論上應該冇，因為佢個漫畫係繼續滾動落去噶嘛。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啲 game 自從去到走私遊戲之後咧，都一路開始其實回落得好緊要，咁所以佢嗰、那個彈花宴嘅味道都好重咯，就係、是、開頭覺得好有趣喎、哦，好特別喎、哦、嗰、那個即係想法，但係啲 game 跟住玩玩下就開始古靈精怪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部嘢真係爭啲嘅。哇！咁我而家想同即係我想講嗰套作品又係即係我嘅意見又係同你啱啱講嘅嘢一樣咯。咁我覺得爆晚都屬於係一個彈花一現嘅作品囉，咁其實佢一開始鋪個 setting 出嚟好似話係即係揭露返呢個集英社好多嘅內幕啊，即係喺漫畫做漫畫日本漫畫呢一行嘅好多秘辛啊，咁其實係一個幾獵奇式幾揭秘嘅故仔嚟㗎囉，但係即係過咗頭嗰三四期之後，其實兩三期添啦，其實個故仔已經係去到一個好不外如是嘅境地囉，基本上佢已經唔係玩緊咩特別嘢㗎啦，佢只不過係即係係咪叫最上啊，最高最高同埋另一個高木高木高木超人，高木超人，咁只不過係佢哋兩個即係繼續向呢個漫畫行奮鬥嘅故事囉，咁即係個故仔係有少少而家我睇落去係幾虎頭蛇尾嘅囉，咁當然佢仲未我覺得越嚟越好睇喎、啊、永遠都係嘅，我相信即係你上未做漫畫家之前嗰股熱情係最即係最是最令人感動的，但是你做了之後呢就覺得是你卸緊啫咁樣。唔係我覺得係係咪誤會呢，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佢想講一對即係一個青少年啦、啊。啊唔係一對拍檔、啊。拍檔咁樣佢即係一對即係後生仔咁樣喺一個漫畫嘅行業上面去奮鬥，其實佢只不過將少年熱血嗰樣嘢，不過今次唔係打鬥唔係即係偵探而係畫漫畫咁咋嘛，其實佢都係熱血古仔嚟㗎。算唔算係文系嘅少年漫畫，咩文系文職囉，係囉。因為日本學校分咩體育系同埋文系兩大派。文化系啦，係啊。係啊，即係都熱血㗎喎，其實佢而家又有一啲即係對手走出嚟，其實你會繼續想睇喎。反而你話一開始佢裏面你話啲行頭嗰啲嘢，我覺得呢啲即係我嚟宣傳嘅啫，即係爆內幕啊嗰啲嘢，係啦，即係我嚟做宣傳嘅，即係氹，即係逼咗個編輯咁就算嘅啦。
即係我係咁睇囉，所以我覺得我睇落又睇反而我而家越睇越高興喎。即係你就係菊花在現，即係由呢個 Death Note 完咗之後，咦、有呢一對組合又有一對新嘅花喺度在現。唔係喎，其實佢畫完，即係如果你畫 Death Note 嘅話，我係唔係好想睇嗰啲嘢。有得試嚟咁啊？我冇啊，我冇啊，系嘛？即系今年冇见到昙花。唔系咁我，即系打开有，收埋冇咗，所以就唔记得咗啦。系啊，完全唔记得咗。好啦，咁啊，仲有冇即系大家都想总结一下？我谂最好嘅总结其实留翻向呢个留言板嗰度嘅啫，因为相信好多人听完都觉得，喂，你哋漏咗边套未讲啊？嗰样未讲啊？或者我哋一阵食饭嗰时候又会讲翻呢啲咯。啊，唔记得咗讲埋一套。其实漫画就各凭喜好啫，我觉得即系呢八个，即系呢八个 category 都系提供大家参考嘅，咁就唔系话啲咩特别奖项嚟嘅，咁就今日咧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就即系咁记得一阵听埋下集预告。同埋阿木日郎有啲嘢讲，临尾卖下广告先啊。OK， 就系有玩 Monster Hunter Online 嘅朋友，可以去呢、這个猫群嗰度。我同阿小峰开咗一个工会，叫重力废猫团嘅。有玩开嘅朋友可以 join 或者 add 我哋。猫团系将动字拆开咗做重力咯，重力废猫团。我唔识望啲 friend 嚟噶。OK。好咁啊，即係宣传完畢啦。OK， 咁啊，其实呢今集呢讲到最尾呢最重要都係呢一点嘅啫，原来。好咁啊，今日仲应该开一集专讲呢个。重力废猫啊。搵返下。我咁你哋搵到人一齐讲冇所谓㗎。好啦，咁啊，今晚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为止啦，听埋下集预告睇下情人节今个礼拜啦，上年嘅情人节呢，前夕我哋做咗呢个我最想大巴大巴扯嘅女主角。今年我哋又会做啲咩同情人节好有关系嘅漫画作品呢？好，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到呢度为止。好似年年都为咗要得罪啲女人咁。梗系啦，但系其实呢套作品系你最中意嘅。好，今晚节目时间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